这说是余温的话，那它可能它的蓝指数是什么？比方说这边可能就是水体比较多。透过数据分析，用不同方式了解每块田地，配合气候各式各样的周边因素进行演算，就能得知种子落入土里一天后、一个月后，甚至是一年后的未来。 AI 人工智慧的诞生替农民省下大把的施作时间。今年的芒果量应该会非常多，但是偏小颗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去年其实就观测到，就是在开花季的时候是普遍缺水的状况，加上今年的开花又大家都在同时间开，那在你没有蔬，就是你没有做蔬果操作的状况下，我们多半长出来的都会是比较小，但是量会很多。可是今天如果你有蔬果的话，你长出来的是比较大颗、果型比较好的，大概跟市面价格差8倍以上。将专业的数据分析土地的复合型难题，毕竟在极端气候变迁下，许多年的农业经验早已派不上用场。透过 AI 协助，用科学化的服务，有效帮助客户找到种植的关键参数，提升农业的产值和产量。AI 新创软体商最近做了一项研究，发现有60%的员工认为 AI 驱动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有效地解决他们的职业倦怠，而另外还有57%的受访者，他们认为 AI 应该要来简化他们的工作。随着景气影响导致工作量的增加，有20%的工作者表示，因为本身工作或出于招聘冻结，因而承担了新的责任。另外，全球还有29%的员工曾经经历职业倦怠，这些都促使人们越来越依赖 AI 工具来降低工作压力。温度高高低低，但可能会造成它的，就是我们水稻来说是它的结实，有一些会空包蛋，或者是有一些会引发一些病害，那可能当年的产量可能就会减少了30%这样子。那有 AI 的这样帮我们预测的话，可以精准抓到我们今年到底是产量是多少。传统的方式是说，哦，我必须等事情发生了我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应变，而那个都已经太慢了。它对我们最大的改变还是成本上的降低，还有对未来通路上的一个改变啊。预见了农作物的未来，农民更有效率进行预防。尤其台湾农业人口在10年内减少约28万人，更凸显老龄化的问题。以一个石化厂可能有3到4万个设备需要去做管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它可能一天有40%的时间都在做巡检。透过新的 AI 方案介入之后呢，可能会把这40%的时间降低成15%。智能减轻工作负担之外，制程作业中的检讨报告也能从人工2到3个礼拜的作业缩减到3个小时内。这也是为何员工越来越倾向使用 AI， 而他们更期盼 AI 分担数据分析占52%。数据输入及创建为50%，另外 IT 技术问题的解决则占49%，报告生成也有48%。所以我们很看好像这种 AIoT 的连接在台湾可以很快的这样子蓬勃发展。当然除此之外，我们在零售业、电信或者是金融业、医疗都有是 AI 可以发挥的空间。我或者说是当我先知道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透过一些新型的金融性商品来做。所以我觉得 AI 未来在做的东西应该是如何善用情报去做更多更好的商业服务。调查也显示，年轻员工对新技术接受度更高，69%的 Z 世代，还有63%的千禧一代，以及51%的 X 世代，都坚信自动化有潜力提高他们的工作表现。未来 AI 运用也将超出我们的想象空间，毕竟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，透过 AI 的演进，设法创造更大效益。TVB 新闻正式为谢丹慈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